哟，哎，哟吼，我的朋友啊，介绍了这一组小牛津让小朋友阅读的教材吧。那它除了有中文、英文、台语、日语，还有客语，超厉害的啊！这一套啊，我就下单跟我朋友买，我觉得蛮超值的哦。可以教阿翔日文，还可以教山本先生中文，厉害吧？然后它是点读笔的。现在马上就让阿香玩，因为我买来啊还没有拆，还没有玩的时候，阿香就对这一箱啊非常很有兴趣，一直想去摸。那现在就让他来试试看。最初このペンね。嗨，阿雅このペン。嗨，按して。小牛津全脑开发点读系列。そう。もうこれ本もいっぱいあるからね。ここで、じゃん。小朋友，そうそうそう，快拿起点读笔，跟着我一起快乐学习。そうそうそう。そうの中国語。なるほど。そう。我们一起快乐学习。本いっぱいあるからね。だから最初この必ずこの牛のマーク、そうそう、押してからこの本始めましょう。おお。言葉ね、いっぱいあるからね。だから、このボタン、このボタンを押して、また他の言葉になっちゃう。なるほど、なるほど。今、日本語でしょ。地下鉄。そうそうそう。ああ、なるほど。面白いでしょ。これはあれやな、あやかの勉強用というよりか、僕の勉強用みたいな。そう、三本先生は中国語の勉強をね。猫ぬぬぬぬぬ。我们换来念这本书哦，一样就是先点这个小马的地方。小牛津全脑开发。他开始读这本书了。阿翔正迫不及待想玩，然后教他来。哎呀，啵啵。哎呀，哥哥，阿翔只会一直拿着这个笔不放。来，哎呀，啵啵。么啵啵啵可能有一点无聊，那我们来念这个，来，哎呀，报纸的声音，报纸，报纸，语言切换，じゃ今言葉変わったよ，哎呀呀，哎，报纸，哎，同じ中国語呢。日本語と思った。じゃあこれは？葡萄。葡萄。あやこれは？芒果。芒果。風筝。風筝。昨日は？昨日。昨日。こちら。国語模式。昨天。这里面也有48建筑，全脑开发。很多耶，什么桌游啊，贴纸，里面还有附一些贴纸，然后还有一些英文。但我发现这个英文啊，如果用语文切换，好像切不到中文耶，好像耶，我真的要研究一下。然后大概一天啊，跟阿翔玩个一本，因为实在太多了，好多，而且中文啊都有标注音。每天跟阿翔啊玩一些玩具啊，大家去公园玩，他可能会腻。就可以用这个跟他玩，贴一本，他完全不会腻，还蛮有趣的。今天先专注这个日文版，先让阿翔玩，因为他拿着笔不放，所以今天就玩这张咯。绿色。自分で遊びたいが、パパと一緒に遊びたくない。这部教材呀、啊，是两岁开始就可以让他玩了。那现在阿香一岁八个月，稍微有一点早了，他会抢着那支笔啊，不给我们，
所以我们真的要跟他一起玩，不然他很难啊，专注于那个教材的内容，就可能拿着那支笔晃来晃去。那今天这支影片呢，就是开箱小牛津，买了一个算是蛮贵的教材，要跟他一起玩啊，陪他一起玩，因为他现在正是想要学很多事情的时候，很多话啊，学大人讲话之类的。那谢谢呢，今天大家观看这支影片，我们下次见，耶、yeah。